你给我输液，然后用消保法不合理吧？这不通常都应该有什么要害救济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找消保官吗？傻眼！就大家就会觉得卫福部你现在是在带头违法吗？这个输液这不开玩笑，你要打到人的身体里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不能随便开玩笑。我觉得政府该做好的把关，你有非得要从越南进口吗？问题是你从越南进口，它品质没有把关啊，然后出事的到底谁要负责？如果出事的话，谁要赔？谁要负责？政府你要负责吗？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阴谋，他们现在把立法院搞得超级乱，然后把整个社会搞得非常的混乱，然后整天大家都看着郑文灿在那边进进出出羁押庭，想说到底现在到底是焦点都在谁身上？搞不好你今天没有看到我节目的话，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。之前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生理食盐水这个输液短缺嘛？短缺之后你要用专案进口嘛？好，专案进口都没有问题，你要救急都没有问题。但我们后来发现到，你输入进来的国家里面有越南，但它不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，它并不在所谓我们的一个这个组织的会员国的成员当中，所以大家会担心说，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会员，他会不会是他不是会员，所以等于说他的品质会不会有疑虑这件事情，这个是由国民党的立委罗廷伟他来踢爆出来，然后他当时也在院会上面有在议场里面有去做了一个质询哦，那我们发现到卫福部长呢邱太元哎这个。一问三不知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看得非常的尴尬，我一定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有多尴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。专案输入的大包生理食盐水接属国际组织的会员国，院长，越南哪时候是 PES 的那个会员国？是会员国吗，部长？如果进口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经过这个详实的检验？越南这个是大种的哈。那大总的，所以呢，你的回函是告诉我全部都会员国啊。越南明明就不是会员国，它是 EUGMP 呢，那你怎么回函这样回我？第二，根据国外药厂的工厂资料准备须知啊，不是会员国的药厂，一律采国外实地查厂，有没有去查厂？部长，我认为没有。短期之内你要进口，你没查厂嘛？再来，根据药师法第57条，你没有核备函，有没有核备函？哇，鸦雀无声啊！院长、部长，不是，真的太尴尬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讲不出来，答不出来，好尴尬。而且你知道，刚刚那个罗廷伟在问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院长还在旁边补刀说：“有吧，这个当时应该都有。”都有筛选过了吧？然后赶快把球丢去给部长，这样子，他整个一脸懵，想说啊，这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所以这真的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。就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药证的话，那你请问你品质你要怎么把关？然后你也没有实际去查，你没有实地去勘察，因为毕竟他不在会员国里，所以大家会担心说，那他的输液的品质到底 O 不 OK？ 其实你知道这个又跟当时我们可能有时候讲到说，比方说什么莱克多巴胺啊、来剂的问题啊，或者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可能疫苗啊等等，因为大家就你知道吃进去或者打进身体里面的，大家一定都会比较紧张，大家就会比较担心，想说它的品质，大家会希望它是有被认证的，好是有被认证，然后是品质有被把关的。但因为现在你用了越南，我们不是针对这个国家，我们是针对就事论事，它并不在这个会员国的组织里面，所以大家会担心说，那你没有药证的话，那请问你这样进口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哦，这个很严重。那后来呢？这个当然哦，以我们的食药署来说的话，他就做了一个比较轻描淡写的回应，他是说会提醒药商来加强监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打进去就打进去，你然后你也没办法理赔的话，那请问你有办法理赔吗？他药师法好像没办法理赔，那所以这该怎么办？如果出事的话，谁要赔？谁要负责？政府你要负责吗？他只轻描淡写说会提醒药商要加强监控。对啊，所以你知道现在只是有医生就直接讲了，哎、欸，你这是要用禁药是不是？
直接用禁药吗？哎，这就很严重了，这个问题就很大。我觉得这个不能就是随随便便的，好像把它当作就是一般的事情。我觉得政府有点过于想要去把它轻描淡写把它带过去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你知道，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阴谋。他们现在把立法院搞得超级乱，然后把整个社会搞得非常的混乱，然后整天大家都看着郑文灿在那边进进出出羁押庭，想说到底现在到底是焦点都在谁身上？大家每天都在看郑文灿，你知道这些民生议题，很多人搞不好都已经不知道，也没有看到新闻了啊。搞不好你今天没有看到我节目的话，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。但我觉得必须要讲，好不好？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追下去。这个书意这不开玩笑，你要打到人的身体里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不能随便开玩笑。我觉得政府该做好的把关，你有非得要从越南进口吗？就它其实不是只有从越南进口，它也进口好几个地方。那可能为了要让这个数量能够达到它的预期的一个标准，所以它也从越南进口。但问题是你从越南进口，它品质没有把关啊，然后出事的到底谁要负责？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这边也有特别去提到，也就是说没有法源依据嘛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国外药厂工厂资料，是 PMF 的核备函。那所以呢，再来出状况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透过药害救济，只能透过消保法。大家就哈，哈，你给我输赢，然后用消保法不合理吧？这不通常都应该有什么药害救济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找消保官吗？傻眼！就大家就会觉得卫福部你现在是在带头违法吗？我们的政府。赖内阁是这样，好，卓内阁，好，卓内阁。现在他们现在上任多久？看一下，520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哦。大家原本说这个最多蜜月期大概三个月，但可能一个月差不多，但我没关系，我们就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，就给他三个月蜜月期好了。我们再说这个邱部长加油啦，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螺丝要再上得更紧一点，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好像状况不是非常的明确，而且你知道后来还有林静怡出来发脸书，然后他说不是你邱部长，你当在备询的时候你答不出来，然后还要让我们的政务次长然后在那边发那个脸书。我觉得林静也是改不了这个习惯，他都习惯用脸书跟大家做宣传，然后做宣导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很妙，所以我觉得邱部长好吧，加油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输疫这件事情啊，真的非同小可，他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是给我们这样几句话糊弄就可以带过去的，我们还是要知道说你为什么一定坚持要从越南进口呢？如果你已经确定他不在会员国体制内，然后你就是你也无法让大家透过这个药害救济等等的，哎。品质没有保证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我到底为什么要坚持越南？我觉得这个是，就是立委有把它点出来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就是要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，政府真的不要乱搞，好吧？真的不要乱搞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民生议题，哎，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可能大家也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哦？因为呢，我们的消基会呢去做了一个市面上的一个调查。他们就去查一下，我就想说，奇怪，消基会很有趣，为什么突然这个时间点查这个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手摇饮，所以这个消基会也就是从这个比较民生的一个方向，我知道大家的需求，那帮大家去查一下，会发现，怎么有90%店家的这个鲜奶茶的饮品，它的鲜奶的品牌其实是揭露不明的。揭露不明的。那当然呢，这个比方说像是曾祖丹，他是说他是用这个小农的鲜奶，但后来被发现好像是光泉。然后呢，消基会这边是说华达他们用保酒乳，但是华达后来还有澄清说没有，他们用的是光泉的鲜乳哦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，现在就是大家会好奇说，那一方面大家先想要先知道说鲜奶茶里面到底有没有鲜奶哦。但是不是你所知道的鲜奶啊？这个就是一件事哦。现在有一些是这种啊，比方说有一些叫做冰砖奶，就是它是浓缩还原奶，也就是说它可能加了4倍的水之后，它就可以还原成饮用奶。那可能价格也比较便宜，所以有一些业者他都会去使用。那光是10年的进口就暴增了40倍哦啊，这个很赚啊，因为它相对可能成本也比较这个便宜实惠一点，所以有一些业者可能会这样子用。所以呢，大家就会好奇。鲜奶茶没有鲜奶，
就像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，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，哦，是一样道理吗？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